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1点钟，有股友就问这只股，哈达那个，今天 Hot Club 呢就会抽他的这个 quarter report，肯定会对这个哈达的股价有影响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技术分析，它今天呢就上涨了2.多%，曾经呢一度呢就突破这个2.30，也就是这条指示线，但是在早盘收盘之前呢，又跌回来，底部的筹码很雄厚，还是保持在上升趋势，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，长期而言还是处于上升趋势，趋势是漂亮的，它股价也没有跌破这个前低的阻力，前低的这个有跌破，所以还是一个上升趋势。现在就看一下这个 Top Club 的业绩怎么样，我绝对相信呢，Top Club 业绩呢会影响到这个哈大的这个走势，所以现在呢还是继续还是观察好了，不要随便的进场。它的最大阻力呢就是这个2.80，这个。暂时它过不到2.80，2.80就是这一个套牢盘这边，如果它有能力突破2.80的话，我觉得往上冲的机会是很高的。无论如何，它要首先它要通过这个2.30线，要站稳上去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继续观察吧。看一下这个业绩怎么样先，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